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我们每次都可以提早预备好。这个我经常想到一句话，我们说我们等候神，其实神在等候我们，已经等候我们许久呀。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预备好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确据，神的眼目一直在我们的身上。 Amen。 然后我们今天在会前的时候也在讨论一下，弟兄姐妹都有特别的这个领受，真的看见说最近神一直在我们当中，无论是任何的服事，在小组，在祷告会，在聚会里面，神的同在越来越加添，越来越多。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的？把手举起来一下。哈利路亚，我们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感谢我们的神。每一次神在我们当中，无论是感动我们，触摸我们，任何神做的事情，我们都要抓紧机会来谢谢他，抓紧机会来将荣耀归给他。阿们。我们一起来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来请。哈利路亚，真是的，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每一个礼拜天的早上，主啊，你就是做奇迹，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感谢你，谢谢主啊，无论是我们可以聚会，当中主啊，我们同在，主啊，我们聚会当中有你的同在，好，我们就说是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主啊，谢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说，主啊，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得着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去赚取的，所有一切，所有。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你愿意亲近谁就亲近谁，主，你愿意向谁显现就向谁显现。哈利路亚，主，谢谢你，主，谢谢你极大的恩典，主，谢谢你极大的启示，谢谢你愿意来到我们当中，主，因为这就是你，主，你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的神。哦，主，你愿意施恩给我们，主，你的眼目一直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你爱。你对我们不离不弃，主，你愿意在我们当中来施行你奇妙的救赎，因为你是一位奇妙的神。主，你的心意对我们比海沙还要多，主，你有许许多多丰富要成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请我们的那个 PPT 同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今天是耶和华为我们所定的日子，我们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里面，我们当欢喜快乐，就像刚才师母所说的，我们真的是在这段日子里面，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现在的生命季节是什么，我们都经历了神丰盛的慈爱，我们看见神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会堂，在接下来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新的季节里面，在那新的季节里面，神要带领我们走一条新的道路，但是或许有一些弟兄姐妹对于一个新的道路上面有一些忐忑，因为还没有看见，但是我们要相信神是爱我们的神，神给我们的爱是没有任何的忧虑，是不加上重担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回到神的爱里面，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走的每一条道路上面，神的爱永不离开，我们也相信神的爱是一个亘古变的爱，因着这份爱，神跟我们立了一个约，永恒的约，他说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的事物，没有，不是环境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一起好不好，我们来一起念一下这个经文，在罗马书八章35节37跟到39节，来请。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阿们。这爱是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是神给我们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为我们所领受的这份爱，来为我们现在的生命，我们前面要走的道路，我们来祷告。我们领取这一次从神而来给我们这样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份爱，所以我们知道不管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够拦阻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份爱要带出来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生命献给神，在神为我们所带领的道路上面，我们勇敢与神同行。所以我们一起来开口，为我们现在的生命，还有我们将来所要神带领为我们带领我们走进去的生命的季节，我们来祷告，让神的荣耀透过我们的生命得着那应得的一切荣耀。然后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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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的爱记载充满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就不是惧怕的，他们的生命是勇敢的，他们可以在新的学年度开始的时候，虽然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环境，但是主啊，你的爱要带领这些孩子们，让他们走出那疫情的困境，走进去你为他们预备的丰盛生命。电子的这些 media 这些东西充斥在我们的周围，所以有很多很多东西，很多时候这些太多的东西都吸引掉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没有办法专心来注视在神的身上，我们就好像陷入一个很大的一个网里面，没办法挣脱出来。你知道刚刚我们讲到天父的爱，天父他用他的爱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跟我们立一个永恒的约，这个约就是什么？这个约就是说他要来做我们的父，我们要来做他的儿子女儿，这是一个永恒的约。今天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神再来祷告说，主啊，我们真是渴望来恢复这个约，恢复我们的眼目，恢复我们的注意力。当我们的注意力注视在神身上的时候，他说，孩子们，我的约是坚定的约，是永远不变的约。好不好，我们经文诗篇二十五篇十五节来，请。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二十七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二十七篇的第八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那时我心想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我今天早上开车过来的时候，我在祷告当中，我神就好像在讲一句话说，孩子来寻求我的面，但是不要在外面观看。神的圣所，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只在神的圣所外面观看一下，神的荣耀好像在神的圣所里面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心中渴望，可是神说进来，进到这个荣耀的圣所里，住在那个地方，站立在那个殿中来张扬我的，不是在圣所的外面看观看那个荣耀而已。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向神发出这个呼喊来，发出一个恳求来，主啊，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渴望，帮助我们里面生出一个渴求来，要见你的容面，要在圣所里面来见他的容面。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诗篇讲的，主说你在寻求我的面吗？我们来回答他说，主啊，是的，我现在正在寻求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不管你在线上，不管你在实体的聚会里面，我们来祷告，求神来给我们一个恳求的心，一个渴望的心，渴望在那个荣耀的居所里面来见着他的面。阿利路亚，不要把他输，不要把他给他的输，不要把他给他输。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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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心里面在我们的圣所，主现在不是在你的圣所那里蒙上希望，主，我们要来到你的圣所里面来瞻仰你的荣美，我们渴望来到你居住的殿里面，主啊，你的居所里面看见你的荣美，我们要来仰望你，我们要来看见你，主，我们要来寻求你的面，主，我求的我们的眼光吊着来看见你，主，你知道我们的心容易被飞行，主，你知道我们很容易被别的事物在夺去我们的眼目，但是今天就求你给我们下的一个恩典，我们定睛。主，我们定睛仰望你，主，我们看见你，看见你的容颜，哈利路亚，主啊，来吸引我们的心，主啊，来把我们 remove from distractions， 主啊，让我们能够 focus， 主啊，让我们有各自的眼定睛看见你的容美，哈利路亚，赞美主，真是今天在你面前要下定这样子心志，主啊，今天就将我们的眼目只单单注视你，主啊，不将我们的眼目注视在那任何的一个好像 email 在 notice 我们，好像一个什么 Facebook 在 notice 我们，主啊，主啊，我们今天的眼目只专专单向你。阿门，阿门。主啊，今天我们的眼目要像鸽子眼一样，主，我们要单单看见你，主啊，来到你的圣所，主，我们要瞻仰你的荣美。主，我们说我们愿意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主啊，我们被你所造，我们在这地上，我们的生命就是要来寻求跟随你。愿我们说我们寻求的主啊，你说你回应我们说寻求就必寻见。愿我们的生命真的就被主你的爱紧紧的来吸引，快跑跟随你。阿门。是的，我们心被你吸引，我们要来快跑跟随你。主啊，我们一生一世要竭力的来寻求你。我们的眼目只单单的注视在你的身上，阿门。是的，阿爸父，我们不要再像那个无方向的孩子，在外面徘徊，在外面回荡。主啊，我们要进入你的里面。主啊，就好像一个孩子要定睛在父亲的身上，要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要与你连结，我们要与要住在你的里面。因为你是我们的阿爸父，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那样渴慕的要与阿爸父连接。阿们。主啊，我们求更多更多更多开
们的神道成肉身，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要将天父显明给我们。你们而是耶稣付上代价为我们得回来的一个，我们可以看见神，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不要让耶稣的宝血白流，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来看见他。阿们。我们接下来我们同样的祷告，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目，因为当我们的眼睛看见的时候，我们看见天国的宝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完全的翻转。当我们看见天国的宝贝的时候，我们才愿意的舍弃一切，变卖一切，得着那上好的。阿们。当我们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放弃，所以我们今天不再是那边强迫自己放弃，我们来是祷告祷告祷告，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目。当我们看见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渴望得着天国，我们变卖所有一切。让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3:44-46，来，请。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它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Amen, Amen。 我们今天有一位姐妹在祷告团队里面就说，我不是很懂这段经文，感谢主，因为你不懂的话，圣灵来开启的时候，当你看见的时候，你里面就有这个能力去变卖。所以今天不管我们明不明白这段经文，我们就向神求，主啊，你让我们看见天国就好像宝贝一样，比珠子更好，比那个宝藏更好，让我们一生能够为神献上，来得着那上好的福分。让我们一起祷告来，请。哈利路亚，是的，主啊，今天我们就在你的面前来祷告。主，因为你告诉我们，主啊，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主，你告诉我们，天国就好像人买卖呀，让买卖的人去寻找好珠子，寻找了重价的珠子。主啊，你的天国就是如此的宝贵，做这样的一个价值，主啊，是支撑我们变卖所有一切。主啊，所以今天我们为了我们下头力量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也为了我们的姊妹，还有甚至这些孩子们，主啊，让我们的眼目能够打开，主啊，看见天国的价值，主啊，看见天国的宝贵，主啊，让我们的一生，主啊，能够奉献来得着那最好的祝福，那全都有我的祝福。主啊，来帮助我们，主啊，你启示的脸开启我们的眼目，主啊，主啊，让我们不再追随这世界会被贼偷走的这一切的财富，让我们来祈求，这得着那天国的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主，哈利路亚。祷告，主啊，你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目，主啊，每一个孩子的眼目，每一个青少年的眼目，就让我们看见天国就像宝贝藏在地里一样。阿门。是的，主啊，我们恳请求主今天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真正的价值，真正我们生命的价值，因为我们受造乃是从你的手中所被造出来的，所以我们的价值在于你，不在于这世界。让我们有一个分别出灵的灵，能够知道这世界将要成为过去，唯有神啊，你的国要存到永远。阿门。是的，你的荣耀存到永远。主啊，让我们看见那属天的价值，让我们愿意为你摆上一切来跟随你。阿门。是的，主，求你来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看到那个真正的价值的时候，主，我们这一切都可以撇下，主，我们这一切都可以变卖了，是为了得到那真正有价值。是的，主啊，你的价值，真正的价值就藏在你的话语当中，就在那本圣经里面。主啊，当我们下功夫，当我们pay the price 去追求你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研读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那个约，你的话语就是那个宝贝。当我们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就胜过那个真珠。阿门。是的，主啊，让我们看见，主啊，到底天国是什么？主啊，让我们看见，主啊，天国里面你为我们预备的丰盛。主啊，让我们看见，主啊，天国的价值。主啊，让我们的一生，主啊，不再一样。阿门。主啊，还是向你求一件事，求主你感动宝
的那一份灵，那个灵，那个心也做成在我们的里面。保罗说他将这世上一切视为粪土，就为了得着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是至宝，是天国的至宝。主啊，让我们的心有那样子的渴慕，让我们的心里面有这样子真实的认识。主啊，我们要得着那上好的至宝，就是主耶稣基督。阿门。你是我们的至宝，你是我们上好的福分，我们要来竭力的来认识你，我们要在你的话语中更加的来扎根，来能够活出你的旨意。阿们。主是的，你说真理的灵使我们得自由。主今天就开我们的眼睛，看见那个至宝的真理。主，你这的话语今天要来向我们来说话。主，你今天就来向我们来说话。主，你这些圣灵就来高抹我们，使我们眼睛能够开启。主要是我们能够看见那个至宝的。阿门。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方便，好不好？请你站起来，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眼睛上。我们今天就来祷告，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看见耶稣，让我们看见天国的宝贵。我们求神赐下一个开启眼目的恩膏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祷告来，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赞美你，来祷告，求你来医治，开启我们的双眼，就让我们看见你，就让我们看见一切所有。主啊，主啊，你的丰富，主啊，天国的宝贝，主啊，让我们心得你，我们就变卖所有一切，就让我们变卖所有一切。是粪土一样，我们就来寻求你，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你。哈利路亚，赐下这样的一个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了，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双手举起来，我们来呼求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呼求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被高举，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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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你的，我们说今天，主啊，我们现在这里这个聚会也是你的。耶稣基督，你要被高举，就当世人看见你被举起来的时候，主，所有人心里要向你来降服，都要归顺你。在今天，就在你的教会里面，在你的心腹当中，主，你被高举，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你愿接通过牧师的口，转来祝福牧师的口，这是从牧师的口中说出来的话语。句句都释放生命，这每一件都是从天上直接钻进入每个人心里面，这里的话语转来翻转我们的生命，转出我们天的敬拜，祝我们天的守卫，祝我们天的儿童主日学，转今天，转你就来带领我们，转欢欢喜喜来到神的圣山那里，因为在那里有神的话语，释放出你的能力，转让活水的江河就流到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最后我们用三声的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来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掌声归给我们的神。阿门，阿门。在你们坐下之前，好不好？找三个人跟他说：“神今天要充满你。”今天要充满。